大家好，我是你们的阿宁小姐姐。后面那个是我的小红车，这个是我的小货车。我终于回到家了，这个牦牛要生了。然后远处就是南迦巴瓦峰，南哦，要手要用这个样子，千万不能这个样，这个样子是不尊重的，要这个样子才以示尊重。那是南迦巴瓦峰，这是我的房东小妹妹家里，小雪，这只狗子叫小雪。我姐，你为什么还戴个老花镜？我们现在去弄小当归，野生的小当归，这都是野生的。对呀、啊。啊。这就这样一拔就行了，是吧？哦，对、啊。对。这一块就是那个小当归，然后我们要弄点这个叶子回去炒蛋吃，也可以包饺子吃。小当归，我天哪，是我踩的方法不对吗？对，动了。哦，这个也是。你来这里看，这里有个好大的一棵。哇，这是当归。那这是什么？不是，这是当归。这是什么？草。假的。这是假的野生小当归，不是，这是假的。然后这个根可以拿来煲鸡汤，松茸鸡汤。阿爸在笑什么？走了，这么一大把。够我们三个人吃了，直接扯着。